哇，兜兜，你穿这身衣服好漂亮啊！我就知道你喜欢。啊，真的吗，切若哥哥？真的真的，我还是第一次看清楚你的脸呢。之前你总是把脸挡着，没看出来你这么漂亮。哎呀，你这么夸我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哈哈，上当了吧？这就叫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杰瑞还是喜欢我的。同学们安静一下，我来宣布一件事情，我们班要转来一位同学，他现在就在门外。不过我小王可是很开明的，要先来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，如果大家同意，我就让他进来。听王老师这句话，看来到了傅帅同学转来的时间了。老师总得介绍一下他吧，要不然我们也不了解。哦，对对，我来介绍一下。不用介绍，我知道，他叫高富帅，家是迪拜的，有100亿资产，他是一个超超超级富二代。啊，富二代！王老师，我们同意，快让他进来吧，我要跟他做好朋友。哎，不对啊，豆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是啊，他的情况我也是5分钟前才知道。豆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嘿嘿，我知道。豆豆，你好吗？啊，富帅同学，原来你……嘿嘿嘿嘿。为什么富帅同学认识我？难道说穿越的不止我一个？还是说就是他让我穿越的？